们里面肌肉最大的是谁？我。我会变得更加强大，就像我的肌肉一样大。强大，强强强大。Cool。 那我感觉朱志清这组应该没多强，这个队名应该叫公牛了，看来。怎么，你看不起我肌肉吗？我这鲨鱼肌。你看我上面有海带。你会觉得我们是猴吗？他觉得我们是猴。我是猴。你好了，钢琴小王子。钢琴小王子。那个 Papi 的身份。棒。对，好，哎，你看这手的 Papi。对，还有，你看这手。但是我们还有问题。看我说，我的。行将衣服好可爱呀、啊！最性感的是行将，我记住了，行将眨眼睛呢，太甜了。行将怎么这么可爱？行将上去撒个娇。行将 ，Listen to my heart，Show me love，baby。将将将妹，嫌你碗筷哦。我是这里最硬的男人，我觉得。哎呀！哎呀！是行将吗？啊，行将，你今天很硬汉哦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孙天瑞嘛，他一到 C 位的时候啊，他那个邪门一下，我知道他动作是什么，我就真的就记得这个动作了。雨涵又不是直接，夸，哎呀，这样这样。他们这照片都没有 feel， 你要看我这个照片绝对 feel， feel 力拉满。有一句歌词唱得好，在登陆日存在着一位少年，将这句歌词演绎为哪凉快我上哪待着，我拿出遥控器把空调给开了，他行走的热力检测仪。哇，好热呀，这哈儿，好热呀，好热，我绝对是湿气很重，容易流汗。他一心想空调，空调有空班，还可以有空调哦。我们缺了个铁，有空调，我想管空调。不行，你的空调太热了，地狱级空调。他就是永远在寻找十九度的冷酷男孩。哇，好凉快，他们这个。这个教室凉快多了，都有跳舞的欲望了。感觉这个还不算凉快呀、啊。哇，我都要冷死了。哎呀，再见。
你们几个在干嘛？我们要这个。这个悄悄话是要贴在耳边说。等会外卖点个篮球，点完直接回学校打。保持安静，豪华的兄弟，不是禁止发出猴子般叫声。班长到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哦，原来我才是小丑。哦啊，小叔叔。哦，好可爱呀。耶、yeah! 哦，我同意。哎，可爱，直接来。谢弟，我有迪士尼。下一个麦克风到底在哪？炸这个炸，我觉得好辣，我的口发烫。我喜欢说话直截了当，不喜欢去绕弯子，讨厌那些卖关子，讨厌那群管得太宽的。我现在喝了这瓶矿泉水，我就晃一下我的铁腿。21世纪最失败的说唱歌手，没车，没房，没钱，口水。杭州，老鹰。润他。糟了，我这个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，毕竟应该是好早之前了。我都说了嘛，我现在已经是成熟的男人了，我已经是一个非常端庄的人了。没事，想哭就哭。想哭就哭会儿，不用憋着。对，哭会儿能舒服的，把它散出来，没事，很正常啊，很正常，没什么丢人的。夹心宝贝儿，夹心宝贝，夹心宝贝，夹心宝宝，夹心宝贝，我爱你，夹心我爱你，夹心宝贝加油！可爱的夹心宝贝，我们精神状态很美丽的夹心宝贝，夹心宝贝都提出了这个要求，你不得不减一下。我觉得夹心宝贝很可爱，夹心宝贝。没事，不着急，我先唱首歌去。来吧，战士。对完了依赖，我很快就。对完了依赖。我睁开双眼，看着空白，忘记你对我的期待。哎呦我，怎么断了啊？哎呦，干嘛那么关啊？住哪个？我住三个处，来，老铁们，三，二，你来一号链接。好，最后一个特别奖，这个奖项是最勤奋奖。哦，听说你们之前每天都练习在打卡。那这个奖项呢，就是颁给那些练习时长最长的成员。你们猜他会是谁？夹心宝贝，阿兰。八号不是我的呀。Zemo。好，我要公布答案，那就是邓嘉欣同学。邓嘉欣，你在登陆日中，截止到3次公演前，你的累计练习时长为3742分钟，排名第一，荣获最勤奋奖。阿兰，我看好你。获奖感言。对于来到这里的一切，我表示非常的感谢。不管是男的、女的、男的、老的、少的，全都来这里啊！登陆是最棒的节目。
那我们第二名练习时长3735分钟。苏醒，苏醒，是谁呢？苏新浩，苏新浩同学。3683分钟，张俊豪，哦，居然猜中了！快猜，快猜，快猜，快猜！等我跳完。